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，由马化腾、张志东、许晨烨、陈一丹、曾李青五位创始人共同创立，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，也是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。图片来自东方 IC。 深圳腾讯总部大厦，图片来自东方 IC。 腾讯大厦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深南大道北侧，于2009年8月24日正式落成，是腾讯第一座自建写字楼。图片来自东方 IC。 广东深圳位于南山科技园深南大道旁的腾讯总部大厦、大族激光总部大厦等。图片来自东方 IC。